记者钟志凯台北报道，艺人柯以柔去年惊爆与郭宗坤婚变，两人正打离婚官司，目前育有一子二女。婚变后柯以柔狂接业配开直播接团购，业绩惊人，不料昨他在脸书出小女儿小柠檬照片，却让眼尖网友提出质疑，不好拍这种照片吧。柯以柔说女儿两岁多，但一直包尿布。他回报最新进度说，五月觉得天气热了，正打算帮他借，结果短短一个星期他已经会直接说我要尿尿，然后自己去大人马桶做助尿。柯以柔上传上厕所照片后，引来网友质疑，认为这照片不妥。不过三年前他早就过二女儿学会上厕所，当时开直播有十万网友一块见证，后来网友疯骂他出卖女儿隐私，最终他被骂到伤片谢罪。如今三年过去，换三女儿登场，柯以柔虽然这次学乖只照，仍强硬对此反击，照片看不到任何不雅的角度，单纯就是一张记录孩子长大的生活照。柯以柔翻摄脸书，柯以柔出女儿上厕所照，翻摄脸书，